天哪，风景太好了吧！好壮观啊！这些都是豆豉吗？豆豉飘香，很清澈、很清冽的感觉。黄窑古镇坐落于广西贺州，隐于岭南腹地，匿于峰丛山水，无数人称之为梦境家园。天哪，风景太好了吧！这种意境真的是好啊。青石板默默不语，古门楼赴日远眺，瑶江水不紧不慢淌过古镇千年的日与夜，带走时间，也带来新的故事。这座千年古镇于2022年7月成功晋升为国家5A级景区。历史一点一滴酿造出历史悠久的昭平之宝。本期的非遗换新团成员们会迎来什么样新的挑战呢？来，亲爱的换新团成员，你们好。今天你们需要在黄窑古镇复刻面纱中的同款三个场景，才能得到今天需要寻找的非遗传承人的线索。我听说这个面纱这个电影就是在我们黄窑古镇取景的哟。今儿个咱们同样打卡呗。是啊，那到底是哪三个场景呢？又有盲盒，开盲盒，还挺好看的。有房子，有那个竹的栅栏。哦，这里还有水，有溪涧，有桥。那不管任务有这么多种，咱们就走着呗。走着吧。要不先去这个桥这儿，这比较好找。行，那我往这边去看看吧。那咱们去找找。对，我估计离桥不远了吧。啊、哎，是不是这个？带龙桥。哎，就是眼前这个，你看下面还冒着仙气儿。对。咱们打卡吧。好嘞，看这边，我就是这古镇最美的女子。好嘞，3、2、1，走，打卡成功，走下一个呗。我觉得这个应该就在附近，你看这有水，咱们现在就在水边上，有水，有房屋的地儿，有房屋，对。然后这里我感觉像是两口井，哎，就我们通过这几个元素去寻找一下。行，好，行，走吧，在这小镇里逛一逛啊。你看这里啥都有啊。啊，老板你好，这地儿您知道是哪儿吗？不知道叫什么名儿。就是西营古井，这里就往这边走过去就是西营古井了。谢谢老板娘，谢谢您，谢谢您。那我们往前看看。哎，看我们这个路标，仙人古井就是这边啊。咱们能知道这个名儿，咱就能找到这个地方。我听到水声了，哎，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仙人古井？好像还真是，哎，好像真是。哎，我们感受一下吧。走啊，走。哟，好凉啊！很清澈，很清冽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清，看，一点杂质都没有，一点杂质都没有，对，特别的清凉。我看这边有介绍，咱们看这介绍吧。啊。您看这饮用洗菜，然后洗手洗衣，是按照这个泉眼的顺序啊往下流，这挺有意思，我第一头一回见这样的景。那赶紧打卡吧。行，咱们打卡吧。好，1、2、3。好了，我们去第三个打卡点。咱们找找。我觉得应该在上面。就是人往高处走是吧？对，水往低处流嘛。杨老师，你说咱最后这个打卡点到底在哪儿？还得找出这三座大山来。我们再往前看，这有两座可以看到了。哎，三座出来了，有了。哎，有了。这种意境真的是好啊！拍个照，打个卡。行，打卡。行。好，1、2、3。哎，任务卡来了。来了。亲爱的换新团成员，你们好，恭喜你们打卡成功。
你们需要寻找的非遗传承人现在就在杨靖记豆豉体验馆等待有缘人，请立刻前往。就是这儿吗？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哎，里面请，里面请。好嘞，那么晒啊。好的，好的。这么多豆豉，这都是不一样的豆豉是吗？对呀、啊。哎，您好，您好，您好，您是？这是我们广西自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窑豆豉加工技艺传承人，杨千荣老师。杨千荣，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窑豆豉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坚守技艺多年，只为让更多的人品尝到黄窑豆豉的正宗风味。他对每一道工序一丝不苟，对每一颗豆豉精益求精。300多年历史的古板街上，这位匠人的默默坚守，让风味永存人间。第一回看到这么多豆豉，这真是琳琅满目。这么多种豆豉当中，有一种是曾经的贡品，你们先尝尝，看能不能找出来，好不好？那我觉得杨老师、杨波老师这边肯定会比我先猜出这个答案。您这个比猜盲盒还难。那我们试试，一起来试一试吧。先尝第一款吧。怎么样？我来尝一下。酱香味浓一点。那这个酱香味很重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豆豉酱，这第二款。这个豉酱这口味比较柔和，这个、好吃。这个、特别鲜啊。别忘了你刚才说的、啊、哪个是贡品豆豉啊？哦，我们来的。您再尝啊。等一下，这个味道又有点酸，又有点苦，里面嚼开有点糯糯的那种。口感，你猜呢？你觉得有了吗？我觉得有，我觉得您的表情一定有。那还没有。啊，那我们就继续尝吧。没有，我们怎么能停下来？这下提示一下，小心点了啊！我认为就是它。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味道。发酵以后，而且是干香的，而且它能慢慢的传承到现在，它是有一定的配方的。我们老师傅来开盲盒吧，哪个是贡品豆豉？这个是实在是正宗的贡品豆豉，原来是他。其实我很好奇啊，那您最早的初衷肯定不是做豆豉的。对啊，一个呢就是咱这么好吃的豆豉吧，不跟大家一起分享发扬光大下去，我觉得这个可惜了。第二个呢算是家庭原因吧，他是我岳父。那当时我在上海嘛，对吧，就我老婆孩子他在岳父家。那还有第三个呢，那个岳父年纪越来越大了嘛，那如果没有年轻人去传承或者说去接手这些传统的工艺去做的话，那这个事儿这不是断代了吗？杨老先生，当时女儿女婿回乡创业的时候您支不支持？当时是不支持。为什么呢？那时候他们出去打工呢，一个月得几千块钱，在这里我们做的时候几个人做一个月的都没有几千块钱，看不到希望的。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因为那时候小孩子要小，老人要老了，出去打工我们又没办法，在家里是其他也不会干什么，就是做做这种维持一下生活，就慢慢慢这样做。就是咱们家他就世世代代都在做这个豆豉。那你有没有想过女儿女婿回来了以后给您注入这种新鲜的血液，一下子一切都变得好了起来呢？他们回来以后现在这个品种他们搞出来把销路要好一点，也没想到是吧？是不是很惊喜？
是很惊奇。咱们在今天也尝了那么多种豆豉啊，也聊了那么久，我带你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咱们怎么制作出这个豆豉来的。早就等不及了，走，赶紧走，赶紧走。黄瑶豆豉，昭平三宝之首，将黑豆放入鼓吹具，隔水蒸约5个小时，放入蓄满天然古井泉水的池中，进行浸泡及清洗，回锅复蒸出锅后，快速进行拨豆摊晾，以便让黑豆及时降温，送入煤房，让其自然发酵至7天左右。发好后，将煤豆搓散，用古井泉水清洗掉附在豆子表面的霉菌，再进行2次发酵至7天左右，进行天然晾晒，期间需翻晒1次。经过2蒸2洗2发酵后，一颗普通的黑豆，此时便已成为了生豆豉。再过筛去杂，把豆豉中搓碎的豆皮及其杂质挑选去除后，便是成品淡豆豉。正宗的黄瑶豆豉还需陈仓3个月以上，此时的淡豆豉才真正称为黄瑶豆豉。这里呢就是咱们的工坊。哦，壮观啊，这些都是豆豉吗？迎面而来的豆豉香气，豆豉飘香，对，特别浓郁的味道。对，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体验一下这个破豆这个过程，就把这个豆子进行砸，一个是进一步糊化，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那个水蒸气蒸掉。杨老师，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操作，你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可以，这个也是有口诀的啊。好专业啊，厉害！一次要30下一样，30下，30下，这很练这个臂力和腰力啊。呼啦圈，呼啦圈，还能健身。所以咱们口诀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叫扎马步宽。扎马步宽。对，与肩齐，就脚和肩膀是齐的，簸箕中间最着力，然后呢左右摇摆归原地的，左一下右一下，左右摇摆。豆落中心不偏移，就轮轮不少30余，要用丹田的力气甩起来。那杨老师不试一下吗？扎马步宽啊，再拿往上拿，拿到大概中间的位置，是不是这样更轻？你感觉？对对对。平摊现在都集中到中间来了。对，所以左右摇摆归原地，是吧？哎，杨波老师可以啊，然后挺专业的。哎哎。哎，真是还可以吧？都接住了，好厉害！这个真的是很费力呀、啊，这个。你来试。比较累吗？比较辛苦吗？好。扎马步。哇、哦，好重啊，这个。我就颠起来这么一下。应该要拿给你拿个小的。这个好考验体力啊。就是还30下，看3下都开始出汗了都。好好好，我觉得差不多吧。哎，我看你，我也好累啊。我觉得看完了黄瑶豆豉，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非常急迫的心情。看完了制作，那当然就是想好好尝一尝了。您负责出豆豉，我负责出菜。那可以。我们看看这个豆豉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换新的可能性。好琢磨琢磨。对，行，那我们就出发吧。好，走吧，走。马上就要到我们这个烹制晚餐的时间了，对，终于等到你这个时候了。哎，我太期待了，真的。但我今天呢，看到不仅杨老师在这儿，您身边还有一位大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这个也是一个御膳传承人贺金涛贺老师啊、贺老师好。哎，你好，马先。那行，咱们第一道菜准备做什么？那咱们既然做第一道菜，咱肯定做一道类似于红云当头的开头菜，做绣球鲈鱼。
好，他现在开始团这个丸子。我看这贺老师有技巧哎。嗯。他是把这鱼肉先团在手里，挤出一个球来。对。然后呢？你看啊。把它裹上去。给它滚滚滚，狮子滚绣球团出来。哇，这就做成了一个。对。哎，咱们给它蒸个3到5分钟。九个丸子，16种不同的丝儿。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龙点睛的这个纸笔。哦，这是鱼眼睛。对。哇，这个太精彩了。那这道菜我们齐活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用素菜做成一个5花3层的素红烧肉。素红烧肉啊、好期待呀。啊，这真的很像肥肉啊。对，这个瘦肉部分呢，我们是用的这个面筋，而且这还有红色。对，这个我们当这个猪皮用这个红曲米。这就是炸啊，在这个步骤上加豆豉。嗯，皇家一共的豆豉。好香啊，好像红烧肉。咱们又一道、又一道，太棒了。下一个我们也做了2道了，你也该参与参与了。哦，做一道艾窝窝。熟的米粉。米粉，哎，我们先给它团成一个窝窝，放一点点这个馅儿，加一点口感，然后这往下摁，随着摁呢，随着转。把它团成一个球，对，再滚一滚，有这个颗粒感。哇，好 Q 弹啊，这个糯米。中间让它凹下去。凹下去。哎呀，这大手啊！怎么让你给凹成一个大饼了呢？我跟你说，待会儿这你自个儿吃啊。我自个儿吃。自个儿吃添一个大馅儿是吗？对，我来多一点。这好像是个饺子，可以，没问题。你这个饺子包的也可以啊。可以啊。我知道我自己做菜很小白，没想到这么小白。好白呀、哇，杨老师，咱这道菜是要来干票大的。干票大的。支棱起来了，对，好细节啊！这就是咱们用的橙子，里面放上牛肉是吗？对，灯影牛肉可以透光的，翻拌一下就可以了。感觉这个好嫩啊，这炒出来的芙蓉，好绵密的泡泡啊，好像奶油蛋糕啊，大自然的感觉。好，完成百花芙蓉蟹斗，好看，成了。哇，成了，上菜。哇，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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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杨老师下厨为两位我们准备了家宴，我都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菜。您面前这道属于那个绣球鲈鱼，这个是用鲈鱼肉切成丝团成丸子，然后再做成绣球的。咱们也看了风景，看了那个小桥流水，看了这细雨绵绵，什么都有，对吧？然后包括您昨天跟我们说这个河里边有这种小螃蟹呀、小鱼什么，我就融到这里边，做成一个微缩景观吧。你想说的这个是那个真武山，你看见我就想起我们这边的真武山，这个就是那个您看见的那个带龙桥。带龙桥，对，它是咱们黄姚古镇的啊，应该是中国的10大最美古镇之一。对，它是标志性的一个桥，叫带龙桥，也上了咱们中国的那个邮票。
所以它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是的，我们都入菜了。行，然后这个呢是一道素的红烧肉。啊，这是素的，素的红烧肉。是不是没看出来？没看出来，我还以为是红烧肉，我也准备着来一口嘞。这个是剁的同时把这个豆豉融到进去，里边会有豉香的这个素的红烧肉，啊，太棒了！这个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瞩目？哎，这个蛮别致的哈。你觉得这个是怎么样？我都猜不出来。这个是用了咱们家的这个牛肉酱。嗯，然后把这个牛肉给它烤熟，然后有那个豉香酱，用就是昨天咱们吃的那个。哇，你要这样做的牛肉。对，哎，我快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啊。那就不用控制了，别拘着了。对，咱们来吃吧，来动筷吧，各位。来吃了啊，我来一个。这个五花肉好软糯啊。嗯，这个味道。好吃吗？好吃。而且这里边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鸡粉啊、味精啊，它里边就是用这个干贝的鲜。咱们家豆豉虽说是那曾经贡品啊，给皇帝吃的，但是皇家的菜咱们今天晚上终于是尝上了。我有个好奇，就是像徐总呀、像您，包括您的父亲，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您未来子子孙孙，如果他们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会怎么做呢？这个其实我和我爸的观念是一样的，不一定是说哎我的子孙做或者不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咱们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只要一直是有人做，有更多的年轻才俊去做，能把这个事业做强做大就可以。其实大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开始来之前咱们也不知道这个豆豉分多少种，都什么口味，所以来了之后咱们尝了这个豆豉，才能把这个豆豉真正的融入到的菜里边，对，才能把这个菜还有豆豉去传承出去。然后接触到杨老先生，我就明白了一句话，真正是古人的那句话叫昔日皇宫金丝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是大家去传承。太棒了，说得好，太棒了。那这两天杨老先生您看跟我们这个清宫御膳的传承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感想吗？杨师傅呢做成那个叫宫廷御膳，宫廷御膳，把我们黄瑶豆豉的融入下去，看到吃到我们都很高兴。我觉得杨老先生一句真高兴，真高兴，抵得上很多的赞美之言。对，因为其实最朴实的这一句话就能够表达出他的心情，他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没有白费，原来我做豆豉可以变得这么精美，可以变得这么五花八门，说明我做这件事情有意义有价值。我们只在书本上看到我们黄瑶豆豉是清廷御厨首选，但是呢真的没见过这样的菜，今天真的首先我自己开了眼界，第二个呢也让这几个字实实在在的摆在了哎我老爸岳父师傅他的面前，让他这个真的去脑海里面有了这个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特别感谢你，谢谢，只要老先生高兴就行。我觉得其实就像咱们的这个豆豉技艺传承也是这样的，我们也需要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一代一代的去创新，就像您现在也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样，扎根到这里，对，认真的去钻研每一个细节，我相信之后这些能够代代相传。可以，一定的啊，一定可以。哎，为这个传承我们一起干一个，干杯。还有仙气，仙气儿，这是什么人间仙境？此时此刻，你应该是吟诗一首：枯藤老树，欢呀，小桥流水人家。